何广沛、江嘉敏等人呢日为剧集《大将》原作新春宣传，大家就齐齐煎糕。何广沛好似都几识煮嘢食咁，可惜绯闻女友朱晨丽唔喺度，试唔到佢啲手势啦。妈咪都 surprise， 原来都煮得下，因为其实我喺美国都自己住过一年，即系初初过去美国嘅时候同屋企人过啦，咁但系最尾一年我系自己生活，咁所以点都入个厨房。过年大家都少出街，咁留喺屋企又会唔会增加咗俾父母催婚嘅机会呢？有冇催婚啊？你几时结婚啊？好彩冇去拜年啫，系啦，冇，今年难得系一年系真系完全冇去拜年啦。咁因为都惊因为口罩又唔够用啦，咁又惊出面有好多细菌，咁所以真系留咗喺屋企咯。放假嘅时候，咁啊仲年轻，所以爹哋妈咪都仲未有呢一个咁嘅念头。呢个本钱唔可以使得几多年嘅，咁啊迟多几年先再谂呢个问题啦。迟多几年你就啊谂得嚟就迟咗噶啦，系啊。而家真系冇，所以而家要谂定啦。咁快，咁几时到你啊，大师兄？啊，我有排啦，我实话都未有一撇，我对象都未有。啊，你有男朋友我冇嘛？嗯，我冇男朋友噶，啱啊，我够讲错咩？啊，咁女朋友咧？所以你要真系谂下啦，再过迟多几年就唔系你谂噶啦，调翻转人哋谂啊，咪仲要继续要你啦。哇，你咁样诅咒我新年啊，有冇搞错啊？唔系，我提醒你，要你快啲谂定啫。而家都仲系搏杀期啊，储多啲弹药，第时派多啲利是啦，好冇？好。我等你两封利是嗰一日。我都等你喎。恭喜发财，鼠年行大运。身体健康，龙马精神，快高长大啊！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家肥屋润。